横滨公园，这也就是横滨之星的主场。很多人有一个横滨 Stadium， 今天就是要来这里看球。好像在办什么活动哎，横滨旱季。进场前先来球场外面晃一下，哇，我靠，我的外野怎么看起来很可怕？哦哟，哇，这要排队啊！不管了啦，先排再说。哦，买完东西出来了，我现在差不多准备要进场了。在这边场外有一些餐车可以买吃的，不过我觉得应该还是场内会比较丰盛吧。位置在 E-Gate 的四通路。哦哦哦，他走这个斜坡。上来就是要检查票跟背包，走吧。哦，每次进球场就会一阵手忙脚乱，你看，这票要拿出来，背包要打开，然后还会发一堆有的没的。我先找个地方整理一下，我还是先去找我的位置，再来逛一下这个球场吧。反正比赛间也可以来，对不对？我是四通路，这也太大了吧，对的哦。今天是对阪神湖，然后又是主题日，然后票又没有很早买，所以只剩站位了，站票。视野不错了。这个球场好像没有什么室内空间，就是连这个看台内侧的空间都是室外的，就接着外面的，但也是不错了，各方面来说也比较安全，然后也省能源，对。
都已经快开赛了，这个人流一直不停哎。每一家商店啊，卖吃的、卖喝的、卖商品的，都排满了人。我们还是等到比赛开打了再说吧，这样太可怕了。我们这边很好玩哎，推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商品，这就是普通的矿泉水，但它总共有24种瓶身。然后每种是不一样的球员的，有24个球员在里面，还有 Trevor Bauer， 所以你可以花200块买一瓶水，然后就可以买到他们的周边商品，一种转扭蛋的概念，就很酷哎。我抽到这个不知道是谁 ，Masayuki Kumahara， 谁？
局打完，好多人就走了，他们应该是要赶电车之类的。我不用，我住这边，哈哈。对了，大家走好快啊！他的这么大的球场满座，他就是球迷在回家的时候，他竟然没有分区耶！我之前去东京巨蛋的时候，他会分区，就说哪一区的先走，哪一区的先走，这里没有耶，大家就是起来然后就走人。不知道外面现在会不会很挤。这个今天这个横滨球场的观战体验就到这边结束，拜拜。